本栏目由 VJR 淘宝店赞助播出，扫码下单，惊喜不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龙。日前从特斯拉官方获悉，特斯拉 Model X 将于4月23日正式在国内亮相，并且公布了其在中国地区的官方指导价格，标准版 96.1 到 117.18 万元，限量版车型的售价则为 147.95 万元，预计于第二季度开始在中国交付。动力方面，标准版车型续航里程为470公里，百公里加速为5秒钟，最高时速达到了250公里每小时。而限量版车型开启狂暴模式，百公里加速仅需 3.4 秒，续航里程有所下降为450公里。近日有消息称，国产新一代思域将于4月12日正式发布，并预计在4月25日开幕的北京车展上正式上市。新车延续了海外第十代思域的设计，整体采用溜背式造型。动力方面将搭载 1.0T 和 1.5T 两款涡轮增压发动机可选，初期上市的预计是 1.5T 车型，匹配的将是 CVT 和六速手动变速箱，预售价格为 12.98 到 15.95 万元之间。北京现代领动将于今天晚上正式上市。内饰方面，领动内部整体风格以简洁为主，中控多媒体液晶屏同时支持苹果 CarPlay 和百度 CarLife 两套智能手机互联系统。动力方面，搭载了 1.6 升自然吸气与 1.4 升涡轮增压两款发动机可选，预计售价为12万元起步。丰田官方今天正式发布了欧版新款卡罗拉的官方图片，新车前大灯采用 LED 光源，前保险杠格栅样式更加立体，尾部尾灯中央由一个银色镀铬饰条贯穿，突出了尾部的层次感。动力方面，新款卡罗拉与现款动力配备一致，新车预计在今年夏天在欧洲开始销售，未来还有望引入国内。昨天我们为大家简单的盘点了一部分纽约车展的新车，今天我们来看看国际大厂奔驰。新款奔驰 CLA 和 AMG CLA 45正式亮相。新款 CLA 外观方面的变化主要集中在前脸部分，其中新车前灯组可选装全 LED 大灯，前保险杠细节也有着一定的调整。而 AMG CLA 45的外观则更加运动，其配备有 AMG 家族式的进气格栅、前扰流板、镀铬侧裙、四出排气系统等。动力方面，新款 CLA 在海外市场提供两种柴油动力和五种汽油动力供消费者选择，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。高配车型还可选装四驱系统。AMG CLA 45搭载全新的 2.0T 发动机，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，标配四驱系统。此外 ，AMG GLC 43也正式亮相车展，作为现款 GLC 车型的性能版，配备了一台 3.0 升双涡轮增压 V6 发动机。最大功率367马力，传动系统采用九速自动变速箱，新车还配备了 AMG Performance 4MATIC 四驱系统，百公里加速 4.8 秒，最高时速被电子系统限定在250公里每小时。还有 GLC Coupe 作为一款跨界车型，其 B 柱至车尾采用了溜背式的处理，腰线直上的造型与轿车类似，整体造型较为运动。动力方面将延续普通版 GLC 的动力总成，搭载 2.0T 发动机，并有多种功率调教，传动系统匹配的是九速自动变速箱。梅赛德斯 AMG C63 敞篷版也正式亮相，车顶为软顶敞篷造型，收纳后配合无边框车门，使整体视觉效果十分流畅。动力方面，新车将继续搭载 4.0T V8 发动机，匹配的会是七速手自一体变速箱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，当然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VJR 汽车，汽车资讯 VJR 播报，我们下周再见喽。